各位观众，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现在我们讲罗马书第十课。我们已经讲完因信称义的需要、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的表样，现在要进到第五章1到11节，因信称义的结果。简单的说，神赐给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今生有平安，有喜乐，永恒有神的荣耀。不过，平安、喜乐是心灵中的。在人世间，可能有苦难啊，可能有挫折，可能有病痛，但是我们超越过世间苦难、挫折、病痛，心灵充满平安，充满喜乐。我们先来把罗马书5章1到11节。简单的结构看一看啊，首先1到8节跟9到11节有重复的结构啊，1到8节我来给各位找一找圣经啊。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相合就是平安的一个词啊，与神有平安。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所以基督徒与神相合，有属灵的平安。我们在恩典中欢欢喜喜，有属灵的喜乐，盼望神的荣耀，永恒的荣耀。这是因信称义的基本结果。然后我们看第9节。第9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啊，刚才是因信称义，现在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啊。那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啊。这边强调，第一，因信称义啊，是因信神儿子耶稣基督十架救恩，他的宝血洗清罪过，所以我们靠他的血称义。啊，那么称义，那带来什么呢？带来就是与神和好，就是有属灵的平安。有了属灵的平安，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啊！这个得救不但今生蒙神拯救的人生，也是将来永恒能蒙神的拯救，进到神的荣耀中去啊！那么不但如此，我们与神有属灵的平安，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也就是属灵的喜乐。所以我再强调，因信称义的结果带给信靠主耶稣的人，第一，属灵的平安；第二，属灵的喜乐，这都是今生生活中的。然后永恒的荣耀啊，
神给我们将来的盼望，能与他永远同在，享受神美好永恒的新天新地。那么从这些说明中，我们要注意啊，保罗是很现实的人。我们有属灵的平安，我们有属灵的喜乐，我们有美好的盼望，但是人生常常经历许多苦难的啊。所以在接下来第三节的后面，你就发现啊，我来念给各位听，五章第三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有属灵的平安，与神相合，有属灵的喜乐，以神为乐啊，也有将来的荣耀盼望。不过在人生的过程中，还会被神允许经历许多的患难。那为什么啊？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在患难中才会有成长，有美好丰盛生命的成长。人不喜欢患难，患难让人学习忍耐啊，这是保罗学习的功课。为什么会有患难？患难让人学习忍耐，忍耐让人变成老练，老练就是生命成熟的意思，变成更丰盛的意思。所以神会允许患难让人学习忍耐，忍耐生命丰盛成熟老练。人在世上患难有好几个原因啊，一种原因是我们违反了自然律，天气冷了，你不多加衣服，那就感冒了，那就着凉了啊。你暴饮暴食，你的肚子就不舒服了啊，你就会生病了啊。那么人违反自然律，跟保罗这里讲的患难不是有什么关系啊，那一种你就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啊，要改正，那个倒不是要我们患难学忍耐。那常常另外一种是人犯罪啊，人做坏事啊，结果我们就遭遇到一些困难啊，一些人啊吸毒，结果毒品就害他啊，让他身体受伤害啊，这一种的患难也不是保罗这里所讲的啊。那么基督徒有的时候神允许困难挫折临到，是让我们更懂得依靠神，在人生道路上能够忍耐一切的苦楚。保罗为耶稣到处传道，却常常受逼迫啊，被人家抓起来用鞭子打，每一次40下减掉一下，39下，他被打了5次啊，受很多的苦，他心里面都能够忍耐啊，忍耐他就渐渐的老练啊。到以后我就要特别讲，保罗为什么能讲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能够真正生命更丰盛，更像神的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他也受很多很多的苦啊，人生的苦难他尝了最苦的十字架苦刑。
他生长在虽然是大卫后裔之家，但是因为两约之间外邦统治者压迫大卫王后裔的家族，不让他们出头，免得他们造反，所以主耶稣的家族是做木匠的工作，算是比较低层卑微的，做木匠，做石头建筑石匠，辛苦的工作。那么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是不富裕的，是辛苦的，他以后受了人的逼迫，受了人的攻击，最后被钉了十字架。那么我们知道人生要成长，常常需要经历胜过患难，我们中国古人也是这样讲，孟子的告子篇里面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连我们世界上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如果你希望更有用处，更能够把自己不能的能够学习，能够操练，更能够的话，这个都经历苦难的磨练。虽然我们不喜欢苦难，但是有的时候有上帝的美意。第四、第五世纪基督教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圣奥古斯丁，他说我们人生像一幅图画，慢慢慢慢的画完成，我们不能只在画画过程中去评论人生。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黑点在画上面，画家没有画完，你觉得黑点没有什么用，黑点不好看，但是图画完成之后那黑点非常有用处。神在我们人生中间允许各样情况的发生，有的时候患难临到像黑点在图画上，等到我们走完了人生路程，你会觉得那一个患难的临到是让我生命更加的成长了。所以有一位考门夫人，很多人都认识，因为她写了《荒漠甘泉》这本书，有人说这是除了圣经之外被很多人阅读的一本重要的书，基督徒书籍。《荒漠甘泉》里面描写一些故事，都是怎样在艰难中有美好的意义在里头。考门夫人跟她的先生是美国宣教士，到远东来传福音，他们先在日本传福音，传了很久，以后就回美国休假一年，没想到她的先生身体不好就生病了，生病了一年没好，两年没好，三年没好，四年还没好，他们一直等着回来传福音给远东的人，结果生病一直回不来。那他考门先生生病，考门夫人就在那边思考，为什么这么多苦难临到呢？他就收集很多资料，讲论苦难的含义，收集了很多，结果五年六年先生一直没好，最后过世了。过世了他就说，那我要回到远东继续我先生的志愿，不过不回到日本了，以后回到中国上海，他就继续做宣教工作，做得好多年，年纪老迈了，他以后过世，过世之前他就把他一份手稿交给他的朋友去出版，出版出来就是《荒漠甘泉》。那里面故事很多，有一个小故事也很有意思，他说他在看中国人养蚕，这个养蚕当蚕结茧以后慢慢的变成
鹅要飞出来，这个鹅要不断地咬破那个茧，然后挣扎挣扎挣扎很久才破茧而出啊，以后它变成鹅飞走了。他说有朋友在看啊，这个好像啊上帝的设计不够完美，为什么让这个鹅挣扎这么久才飞出来呢？就拿剪刀把茧给剪破了啊，然后那个鹅就很快跑出来，没想到因为没有经过挣扎，翅膀没有长得够强壮，结果不会飞啊，在桌子上蹦蹦跳跳啊，以后没有办法生存就死了。他就明白一个道理啊，不是上帝设计不够聪明智慧，是我不够聪明智慧啊。有的时候上帝允许的苦难让生命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强壮，生命更能够承担重要的任务。我们每一位因信称义活在神恩典中的要了解，保罗说欢欢喜喜面对人生的苦难，我们当然欢欢喜喜盼望永恒的荣耀，却也要欢欢喜喜活在人生苦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一种生命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所希望的快乐啊，实在是很短暂的，是外表的啊。人喜欢的快乐是暂时的好处啊。我们中国人说到人生四大乐啊，一个是久旱逢甘雨啊，第二个他乡遇故知，然后洞房花烛夜啊，然后金榜题名时，这些都是外表的啊。那一种生命的成长，那一种生命刚强，生命的有用、老练和成熟，这是一种更大的喜乐。所以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带给我们属灵的平安与神和好，带给我们属灵的喜乐，有神做同伴，以神为乐。那么我们不是免掉人生的苦难啊！奉劝所有基督徒，如果你遇到挫折，如果你遇到不是违反自然律，不是任意妄为犯罪带来的苦难，若是你遵行神的旨意却有患难临到，保罗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神的爱会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个神的爱实在太伟大，如果你好好读第五章讲论神的爱，当你经历思考，你真的超越过人生一切的难处啊！神的爱怎么伟大呢？啊，我念第五章几节给各位思考啊。那首先我要念第五章第六节，罗马书五章第六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还有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还有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神爱我们世界上的人，什么时候爱我们？这里讲三种时候，一种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一种还做罪人的时候，一种做仇敌的时候。那么这三种时候都是不可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力量把自己
变好一点啊，我们希望过一个真诚的生活，但还会说谎话，还会虚假。我们希望有一个爱人的生活，却常常讨厌人，常常恨人啊，甚至会骂人。我们希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却常常有误会，有邪念啊，有不好的行为。我们很软弱，我们想把自己变好啊，变来变去变不好。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义人，不是可爱好的时候，不是都能行善的时候。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敌对真神，不信神，我们甚至说没有神，否认神的时候，这一种的爱是超越过人间的爱。因为我们人间的爱大半若不是假如的爱，就是因为的爱。所谓假如的爱，就是假如你啊乖一点，假如你听话一点，假如你对我好一点，假如你品学兼优啊，那我就爱你啊。因为的爱也是一样啊，因为他很有才华啊，因为他是俊男美女啊，因为他家财万贯，我们会爱他。但是上帝对人的爱，即使我们不可爱，即使我们令人讨厌，即使我们软弱，我们做罪人，我们做仇敌，神仍然爱我们啊！上帝的爱实在是非常崇高、超越啊！他爱，甚至将他独生子、神的儿子赐给我们啊！这实在太难的啊！人可以把礼物送给人，一般好礼物啊，没有人肯把独生子牺牲去送给人，这实在是极其高超的爱啊！我自己也特别体会，因为我只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啊。那么，当从小特别爱护，长大啊，等到她念大学的时候，跟我们说她有男朋友了啊，那我心里非常紧张啊。一面也喜乐，因为女大也当嫁，但是表示她要失去了，她要离开了，啊，那我以后有机会见到她，说把男朋友带给我认识，啊，当然我就问她两个基本的问题，啊，因为我是牧师啊，我说你信耶稣没有？她说我信耶稣了，我就很高兴，我说好，第一关过了。第二个我问她，你真的爱我女儿吗？你会将来苦待我的女儿吗？他说保证不会，绝对不会啊。所以以后他们就交往交往啊，以后他们就真的结婚了。那我做爸爸就有权带着我的女儿走红毯到前面去啊，他们租一个很大的礼堂，结果走半天啊，我带着我太女儿一路走，就一路想到很多问题。这么从小可爱的孩子，现在要带去给另外一个男士，心中也不甘心啊。不过一路带的时候，圣经的一句话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徘徊啊。那一句话是什么呢？不要猜错了，是不要猜成人要离开父母啊，因为那样是很伤心的。我猜那一句话在我心里徘徊，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真把他独生子派到地上来为人类受苦受刑罚。我非常担心我的女儿，我问我的准女婿，你真的爱我女儿吗？你会苦待她吗？她保证不会啊，我让他们继续交往，她要敢说会啊，我就不让他们来往了。但是上帝差他儿子来，就明明定好计划，要他儿子耶稣上十字架，要他儿子耶稣为我们罪而死啊！上帝的爱真是超越的。当你在任何苦难中，在任何挫折中，在失望中，你不要忘记神所允许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你思想伟大的真神何等爱我们，伟大的救主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何等爱我们，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你就能够超越一切，你就能够以神为乐，你活在这个世上享受心灵的平安，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亲，不是仇敌，主耶稣是我们亲爱的救主，是天天引领我们，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他的爱常常激励我们，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走人生光明美好的道路，你心中必充满喜乐，以神为喜乐，不是神的恩典而已，不是神所赐的福而已，是神自己。当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父圣子都在我们心里，你的人生一定充满说不出的大喜乐。愿神赐福各位，今天我们停在这里。